今天来介绍控制流对战土豪阵容，我方阵型触发羁绊伤害增加 30%， 第二组羁绊提升控制效果，第三组厉害了，起手就满怒气，还有高伤害加成，一切就绪就开打了。哈迪兰双手人肉直升机直接带走对方前排坦克，陈国汉千鹤直接开大招，沉默全场，第十大门再来地雷阵，全场眩晕。轮到双叔登场了，接上大招狂风群袭斩，对面放不出技能了，触发了大蛇的复活被动，阿雪再来个大招，秒烂秒烂，大蛇又起来了，布拉大招接上，哇，终于赢了。